而在第三届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中获得银奖的美国选手董习强和我们的记者分享他创作的心得。他说，真正好的作品是技法之上的神韵的追求。董习强想用《我是谁》这幅作品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在141幅画作中，董习强的《我是谁》脱颖而出。他表示，这是他在创作上的一种新的尝试，也就是对作品的神韵和生命力的追求，能得到认可，感到非常高兴。真正的好的艺术品是在技法之上的那种神韵的追求。董习强说，以我是谁为主题来进行创作，是想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思索。其实我一直想思考，人们为什么来到人世间，来到人世间应该做什么。这幅画用了整整两年才完成，最费功夫的是挑选模特，因为画家想表达人的真正生命来自天上这样一个主题。因为我选择模特本身它是从天上下来的，是我的初衷，然后到了人世间他迷茫，他不知道在干什么，他在迷茫惊涛骇浪当中，一起惊涛骇浪就意味着一种人世间的那种危险的那种。我整个构图上后面是一种惊涛骇浪，前面是一种轮回转世，其实前面是一种光，前面光就是一个，也是一种希望，那是一个大法的一个小章，他看到那种东西以后，他得到一种，他觉得是一种希望，他找到希望了，得救的希望了。画面后面惊涛骇浪，他还是很心平气和了，因为他有那种那个光的展现以后，他知道他的努力方向在该怎么做，这是这张画他的表现的东西，想要告诉人们的东西。董习强还谈到一些创作细节，衣服的处理，我衣服的处理都是比较轻的那种透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那几个东西在山天上的东西应该都是比较飘逸的，那几个轻的，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但是里面还有一种他种那种变化，内在的变化，那些个东西，所以它形成一种，整个形成一种对比，也是一个幅画面一种绘画语言的需要，它和整个画面简单和复杂的东西形成一种对比。董习强还表示，今年是他第二次参加新唐人油画大赛，参赛过程令他获益良多，下一届他准备以更加大型的作品参赛。新唐人记者曾征有业报道。